啊，这样子你在玩你的那个 exam piece 在，Exam pieces，就是你的 final 两首吧，好吗？当你练习到一个程度的话，就是这样子了。可是哦，通常这种啊，你玩第一次 OK，你玩第二次啊，第三次、第四次又不一样了。所以就好像你们 record 这样子啊，record 太多次啊，会麻掉。通常第一次、第二次是不错的。OK，这首其实都蛮稳扬的啦。其实如果你要来做成你的 recital 的 audition 也是可以。如果真的你要找地方练习，就是8:53开始咯。那边也是还稳是了很多，会 buzzing 啊，好很多了。把你的小声可以再小声一点。再小声，好。你有做小声吧？如果你再夸张小声一点呢，它的 effect 更高。但是其实有时候，因为他声音是像你们观众那边啊，嗯。然后我会就是
我会怕，因为有可能我听不到，然后你会跟我讲你是听到了这样子。没有啊，它是一样的嘛。你玩大声，我这边听到大声；你玩小声，我听到小声。我一听到没有声音哦，可是那时候你给我讲有声音。是啊，这样子你在 stage 我玩也说。不一样啊。在 stage 玩的、啊、那个 condenser 麦啊，有时候那个，因为 condenser 麦听到你的声音是从 speaker 出来，你听到自己是你的台上的 monitor，你知道是 monitor 吗？我这是那个是，像这里的 speaker 在台上啊，地上的，所、so, 以那个 speaker 有时没有声音，你完全听不到自己在玩什么的，你听到是那个 speaker 像那个 hall 的那个回音听到了，那个你听到的时候已经是慢慢迟了一点点了，所、我有试过，我有试过。所以在台上玩又不一样了，有时那个 technical 的问题啊，你要自己 improvise 也是。OK，这首蛮温良的啦。如果你要来 recite audition 也是可以。你的 audition 打算玩什么啊？5分钟半了嘞。可是我很难选呢，因为哦，可能我选这个选这个加起来又超过样子，然后选这个选这个加起来又超过样子。超过一点点不用紧啊，好像我是讲我，我是讲30秒还可以啦，是多。吗？你本来打算玩什么的？单扎跟那个本来是Capriccio 啊，肯定不行啊，那个太长了。不可以，卡比丘太长了。对，然 OK，后我们玩单站几分钟？单扎3分钟多应该是，连这首嘞？这首也是啊，都有6分钟应该。这样你不是玩这个那波德米够不用 repeat 啊？这样子不是有5分钟了？可以没？哎呀，他们很聪明啊，没有真的给你看888的啦。看到一些 photo mic 有些可以 repeat 的，你不是可以 skip 吗？你自己看一下时间，或者你就玩 dancer 跟 idiot 咯。OK，OK。他们在玩5分钟，是因为他们不要你们状态长，因为你们玩的 result 他们都看到了嘛，你们的 final 啊，你们的 weekly result，他们不是单单看你一个 audition，是一个一定要经过的那个 process 吧，他们看到的嘛，你看到的嘛。他好像有讲可以 cut 那个 recital 再交。啊？什么来着？好像讲他们那个 recital 啊，不是 recital，那个 final 可以 cut 了直接交。哦，就不用考 final 啊，就直接 audition 算了。两边啊，交两边应该是，因为两个不同时间，哦，可是你玩的歌都不一样。不一样啊，我不一样可。你，我跟你的 suggestion 这样子哦，你挨到玩单杀加波德米戈，波德米戈快一点点，我觉得5分钟是可以做到的了。单杀3分钟出了很多没？应该3分钟出一点点嘛，有吗？啊，应该是差不多看你玩三几块分嘛，钟。对不对？对，要看我几块。是吧？说挨到单杀配 idiot 或者单杀配这首咯，你这首你自己在 time 一次让你看掉几个 repeat 来，而且 repeat 没有，哎呀，其实也是没有哦，什么用。是那个上个礼拜一丢啊，一丢是 repeat，所以我是要 repeat 哦。你们那个6月那个，嗯。就如果歌也讲 repeat 就 repeat 了，可以。有吗？那首歌也 repeat 了吗？有诶，还有 repeat。一般呢，B section 跟 A last，就 repeat 了，反正你们只是交一个 assessment 出来嘛。OK，给你玩一丢给我看呢。Thank you.
菲律宾。这个其实我觉得两分钟多吧，还蛮来的。可是很容易错我的手。OK，之前讲过的那些大小声，rubato 你都有开始做到，所以你的方向是对好的，只是可能你练习的时间还不够，所以这个不打算。其实你的方向已经对了，继续这样子练。要注意的是 forte 那边开始，就是 banana 的那边开始。来，我们开始练习。上去的时候要记得顺。可那手指已经在那边了，不用再拿去。来试试，从 base 开始吧。还是那个 base 玩快一点点的。玩到这里就好了。OK，来再抖一次，再看。两倍接到不顺了。对，得了得了，可以慢下来，因为 rubato 嘛。你慢下来是方便你接这块，OK？你这块完了才加快速度回。这样子咯。得了才慢下来，你的 base 没有慢下来。应该讲，B 接下一个 chord 的中间慢下来一点点，不是在那个，something 来的，我做的这个，对，就是进下一个 chord 的时候慢下来一点点，比较熟悉的感觉，这样子听起来也比较好听。然后下一盘呢？给你玩下一盘呢，把，给你做那个对的。得那边可以开始慢一点点。说这边讲较快啊，因为那边慢点。OK，那你 try 这边 B。是很快的，然后就，OK，我觉得只是这两行要注意了，剩下的应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是背上面，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八 nineteen，那边很容易勾错线。你的得的坏习惯开始回来了，还是得。OK，之前有这个习惯，可是慢慢就没有了。可是你玩到难的部分这一块，就开始听到有听到一点得的，可以，我再调一调。轻点点。好。哒哒哒哒哒，别色容易出错。就是八二十一那边也是，
哦，下巴。啊，对，这里，我会爆音的，都。这边一样的手指，还是你玩那个 Dango and Sky，哇，那个最夸张，要弄到完，这个才需要。哦哟，给他一看，对，要平均，很容易得的这个。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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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很平均下去的。对，它要平均下去，它要跑。那噔，你看最后两个跑到没有？你最后两个噔噔没有啊？通常是结尾，它的收尾要进下一个新的 part 的时候啊，通常我会稍微紧张，会快一点点，就噔噔。是。哎，说那个收尾那边也是要注意一下。可以好，说这首歌，你要注意这首歌讲的几个 part 就是巴奈那边那两个，还有巴奈蒂那两个也是。就，所以我觉我是，得都没有大问题了。然后这首 repeat 的话，不是 repeat 了，因为没有 repeat 很短嘛，1分钟多吧。超短，对，所以就可以这样子了。说你可以 consider 这首你的 audition recital 也是，OK。就是一个 danza，一个这个，或者一个 danza，一个 Portamico，Portamico 我觉得会有点长，一定要看。这好，首可能你没有看都可以5分钟，如果看就肯定5分钟。是，OK，so、okay, 你有两个选择哦。好，OK，unless、okay, 你 prefer Garbage R&B 啦，这样就一首就够了，那 Garbage 都4分钟。那我看你样子是比较 prefer 单子，over Garbage 啦，so 你就拿单因为子口吧。比较长。Garbage 出错机会也是很高的，公费的单子。How we 应该是哪个 feature？那哦，应该是哪那一啊？这样讲，那应该去玩一首，因为那首4分钟，看你玩几块，有些人玩3分钟过来。所以你们 final year 也是这样子的哦，你们要 time 的。So 你们一开始你们before 你们 sem start，你们会选歌先，你选的歌是 based on YouTube 的 duration 吗？然后到时候是。啊，到时候你会改啊，因为哎呀这首歌我比较欢快，哎这首歌比较缓慢。所以你本来你选这样的歌，你到 final set 嘛，会很多变化的。哎呀，这首歌太难，这首歌太长，这首歌太短，改。所以要开始选歌了，想要玩什么歌可以自己加去啊。我之前给你们 suggestion，你们可以用啊，不要跟完我的啦，你们可以自己 free choice 一点的，OK？是那些，我看那些那些 contemporary 啊，它比较现代嘛，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对，你一定要掺了，你不可以全部 contemporary 啦，一定要有3个很 obvious 的不同的 period 的歌，就是讲你有一首 baroque、romantic、20th century 啊，这样就肯定没问题咯。你不会完全 romantic period 或者完全 classic period，一定要掺一点的，然后玩一些 world 也是可以，是那种我 world 是 music 啊。就是好像，sorry，那时候我学那个学费玩那个琵琶 transcribe 的那个音乐，你的 screen 变直了，你要打横，要摇一下。OK，现在玩那个有吗？没有，你要摇一下。哎，你的 auto rotate 哪里？你要给它摇一下，给它 key in。还孩是子，没有，你要拿电话这样摇。奇怪，你放给他打分，给他转过来一些，再给放回去。OK 了。哇哦，OK，现在玩那个 World Cupping Partita，那个威廉单词。那个讲。做两个 program 呢，一个就是你们现在坐着的，就是有点像 analyzer，另外一个 program 呢是 for 那个你们的那个 booklet 的，就是人家一进去有你的名字，有你的 pieces 的，然后写你的那个你要讲东西咯，thank you 呼呼呼谁谁谁这样子，那个又不同的，所以你们可能需要做两个不同的 program 呢。Thank you.
OK，那 OK，overall 都进步很多啊。把这首歌就是你讲练它都是会被 kick，因为它这首不是 design for guitar 的嘛，它是别人 transcribe 的。OK，so、okay? 你可以考虑用多点 Dasto 嘞，我看你用比较多 normal 跟 Bondi，一点点的话，你可以开始用多点 Dasto 嘞。OK，but、okay, 这首歌如果你真的要 focus 的话，是在8/37过后那两天了。OK，还有所谓那个 chorus 就是8/28。OK，8/28那边是算是这首歌的 chorus，就是说那边对，你可以玩大声是对的，OK，那边要玩大声一点。然后那边是很好做 dynamics，也很好做 tone 的。OK，从那边第二个放大机会，你可以做 Dasto 的 Dasto。好，这两个地方要注意，就是8/28，还有那个八插三起。十七。OK，你注意这两个，别的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不是，我是听他原本的，他是 harpsichord 来的。的。那原本的是symphony 的吗？就是orchestra 这样子的。对了，因为我那个 main instrument 是好像那个 clavichord 还是 harpsichord 类似这样东西，尖尖的。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是哪一个。我写进 programmer 的时候，你讲到它是 for orchestra symphony 的，然后这个是transcribed by 这个 Sam Griffin 吗？它是 transcribed to 那个 guitar 的 version，所以它一些地方会 compromise 一点啦。OK，so、okay, 对了，你可以讲了。你讲这首歌本来不是 guitar piece 来的，它是一个，有讲它他是 original。你现在是 game soundtrack，啊，有。对，那个Symphony of the Night, Castlevania。OK，so、okay, 大概就够出这样了。要开始讲一下你们的那个什么了？你们现在还差要 submit 的是 YouTube Final Audition，是啊，这三个。对。最靠近的是一点，一丢是下个礼拜，所以这个礼拜开始录，然后18号，16号还是18号？然后Final 才就，到 final，OK，final 我觉得没有大问题了，你们的歌都蛮稳的，只是 audition 那边比较担心一点。哎呀，应该没有大问题了啦。通常guitar student 他可以给你过就给你过的，哇，除非是你们的 senior 那个我就不敢讲。哎，他讲啊，他的 theory。他的 theory 啊，我不懂哎，我记得上次我会教讲吗？他的时候。蛮，很，我不知道现在是怎样啊。你们这个 Sam 是学 analyze 过吗？这个先，composition 吗？composition 啊，你们之前我学有那个，拿，浩宇没有拿。哈？还有没有呢？这 theory 不是 compulsory composition 的吗？theory，哦，你是讲有，我们一直都在学。你是讲别的 subject 哈？刚才你们的系列也是拿那个 composition 啊？对，他有哈哈拿，，composition 他写歌词 OK 啊，也这样，哎呀，他的 theory 都这样子的，反正拿 composition 我跟他讲混。还好啦，因为其实也就是 arrangement 吧，也没有多少。他连那都不会看嘞，连不是不会看呐、啊，会比人家慢很多倍啊。我跟他讲，OK，Anyway，讲回这个个 recital，你们的 final 的可以开始选歌了啊。你们看回去上次我 send 你的，就是可以的话，我给你们 guideline 就是 at least 两首 LT 的，可以的话 at least 两首啊。如果真的不可以，就一首也可以。你们可以看回 Trinity 的那个他们那个diploma 的那个 list，用新的跟旧的都可以。OK，他们换新的了嘛，所以有些歌会不一样吧？你可以用回旧的，没有问题的。At least 两首 LT，at least 三首 AT，剩下的你们 free choice。OK。其实你们从first year 到现在都玩这 AT 的歌的，所以你们的recital 在学麦基说 AT，你们可以直接考 AT 了，感觉。我最近有看一下 Sakura，应该还Sakura 一 OK。定要玩的，那个你们一定要玩。他那个手指那个，因为 Sakura 它 showcase 一大的所有的 technique 啊，在不同的 version。
哦，还有四个 variation 是吗？而且那个是我的招牌菜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玩。就是每个 performer 会有一首他最 gank 的歌嘛，那个是我招牌菜的，所以那个你们一定要玩那个，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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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哦，可以。啊，Sakura 电玩，所以你们好，你们这三玩了，第一首要学的就是那首。我要劝你的 Tremolo，因为你们 at least 会两首会用到 Tremolo 的。来，做给我看 Tremolo。Sakura 也是有是吗？有那个 fourth 哦，rank，是要有。你们最重要玩的那个 tremolo 是那个 Darigada，不是 Sakura，Sakura 一下子把两那个 tremolo，你懂我讲的意思吗？Darigada，那个我看人家做到很漂亮的那种。那个是要听的可以了。高点。可以做水磨都有了。你的那个妹呢，就是讲你三个手指玩的，挨着你玩第一条线或者第二条线，那个要大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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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是 bass 大声过哒哒哒吗？对不对？其实那个哒哒哒的也是要大声的。要平均哦。也看情况了吧，你可以玩平均先。哒哒哒哒哒，太小声了，那个要大声。很多一开始玩全部都以为那个很重要，其实那个很重要的。过后我才知道，原来回向两把都是错的，要大声的，那个嗓音，而且要很清楚、很 clean 的。你要从慢开始玩，那个不会直接玩快的，全部都一定要从慢开始玩的。Tremolo 有几种练法，这些 masterclass 跟不同的老师上，他们用的方法不一样，当然你用不一样的方式，你听出来的感觉会一点点不一样的，好像学费的是比哦，较大概有。偏一顺的，如果你听 Cory Muraji 的还是 Staccato 的练法，就是他们用四个手指这样子练第一条线，他一完了马上 Staccato 下一个手指。说你连 staccato 你会啊，就会一点 staccato 的感觉的。我不是很建议用这个方式啊，我是建议比较 smooth 的。最难是 P 了过后进 A 的那一刻，最难是这边，因为你的 tremolo 是一直 repeat 的，所以它每次 repeat 新的一 set 就是你进这两粒的时候要平均。你可以练一条线那种，可以，你会想去 try 第二条线就难得多了，很容易不小心玩到别的线了。然后你发现到你的动作会越来越小，动作小不代表小声哦，它还是挺大声的，只是动作变小罢了。所以注意看那些 player 玩呢，他们的 tremolo 啊，动作没有很大的。OK，除非他们真的玩很大声，才会动作会大一点吧。他们都是 minimum movement 的，可是很大声的。OK。OK，然后我会 suggest 你们玩 Tomas Diamo tremolo version。对。Tomas Diamo 啊那时候我有找，可是他曲目都很奇怪，然后我就我在别线弹你了。们 score，因为你们 reciter 通常第一首会 suggest 你们玩容易的歌，不要直接玩太难的。然后第一首，通常第一首你会紧张还是什么嘛，就玩容易的歌 as warm up 也是咯。所以我 suggest 你们第一首玩 Romance 第二模型，因为那首 OK。比较多人懂，而且比较出名。可是你突然间加一个 tremolo 又不一样了的。你看啊，通常 beginner 他们会玩 first page，耶，我也玩 Romance 第二模，intermediate 会玩 second page 那个 major 的 part。Advanced player 是玩 tremolo 的。哇，还有 OK，Romance 分哦，Diamond 谁都会玩啊，第一面 open string 了嘛，我已经忘记了。然后第二面就比较有去学的人才会咯，也是玩得不错那种的。然后 Advanced player 才是玩 tremolo 的。OK，So OK。OK 啦，我们先学到这里先，有什么不明白吗？应该
该没有。OK，好了，拜。谢谢老师。拜。